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都给你夏洛特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烂透了，这第八只啊，烂透了。崩溃啊！我走了，大家再会，拜拜。今天就这样了。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我好难过。哦，我出去冷静一下。
Hello， 回来了。拜托，这超级难抽，好不好？夏洛特你只有三只，哇塞！我跟夏洛特超远的，可以凑一打了。啊，不想看他，看到他心情就不好。来，继续，拜托，给我捡个精华嘛！一点也没有，什么资历都没有。来一个罗刹，这好用吗？不知道。剑士，再来，最后一张啊！十连抽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好，克莱因，克莱因也是骑士。十一连抽才没有送我行刺欸，不骗我，真的假的？千鹤对吧、啊？他有其他诺克提斯、梅赛德斯、千鹤、夏洛特，我另外三个都抽到，就是没有抽到诺克提斯。好咯，要抽了吗？要抽了吗？抽！抽，我抽一个，运气好不好就看观众了，就是你们了，弹个什么出来给我吧，随便一个东西，不要重复了就好了，拜托，不要重复就好，我现在要求很低，有彩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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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开心了。凯因，然后呢？好，马修啊、哦，黑魔好，他妈的夏洛特好 ，OK， 阿鲁玛啊，抽中了！啊，开心！抽中了！抽中了、欸！抽中了！抽中了！王子，我抽了多少次？你真的是，我的王子，终于，我终于跟王子相遇了。我抽，观众，你们的运气真的很好。这是观众之力，借我观众之力，以后抽牌就靠你们了。给我你的手。太感动了吧！太猛了！我明天要去跟那个，就是节目频道的人讲。哦，你看，一直吵别人，那边好，不要吵啊，不要吵，走开。要十一连抽才能抽中，可以关台了。就好开心哦，不用再抽了啦。真的哦，这只是什么？这只是埃及，埃及就是你们说的那个东西吗？不是，这是另外一个。然后这只我也有嘛，凯因有王子哇，终于啊，恭喜希尔来抽礼物咯，波浪符，谢谢。谢谢懒懒叔喊我抽，抽中了波浪符，果然要是你也是一起抽到王子了，真的假的？一起抽到王子了，波浪符哦，真的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好哦，恭喜 Moto， Moto 也抽到了，是不是？感人哎，好，果然没有在喂牙是对的，拜拜，拜拜，我要把你换掉了，拜拜。可以那只哦，开心。虽然王子看起来很屁孩，只不过他真的是个不错的角色。OK，
先截个图，真的哎，太感人了吧！彩钻，这是我这个账号第二次抽到彩钻，太感人了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觉得好累哦。我今天已经把我今天整天的力气都花在刚刚那一回合，我现在觉得有点累。我们去打个迷宫好了。